有人说你一天喝多少？我替你录呢，我没有一天喝多少，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。哎，你一天常常都喝啊？我说不是常常喝，我是每小时喝。爽啊，真的爽！干了40年，年轻的时候到几年前还不够成熟。为了这个台湾最高殿堂梦寐以求的奖品，得罪很多人，对不起。但现在我成熟了，我不会了。谢谢评审，真的感谢。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得奖的是龙少华，菜头捧的滋味，颠覆了过往常态性的表演方式，很精准地塑造出剧中人物的特殊性格，收放自如的演技，完全把自己融入了角色之中，细腻地呈现出内敛、深具谋略能力的霸气黑道大哥和慈父望子成龙的和蔼，悲喜交集又豪放的表演，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叫人赞叹不已。爽啊，真的爽！干了40年，年轻的时候到几年前还不够成熟，为了这个台湾最高殿堂梦寐以求的奖品，得罪很多人，对不起。但现在我成熟了，我不会了。谢谢评审，真的感谢。对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今天果不然，我带了我的幸运物到现场来，也就是我女儿陈璇，站起来，帮我谢谢评审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